对吧？没没必要了吧？先看一下嘛，先看一下嘛。对啊，我看一下，肖战队长，那个王一博队长，哎呀，好想看啊！倒立唱歌，狠不狠？狠不狠？幸好赢了。太狠了！我们来看一下，输了哎，我们这样，因为没有办，因为我们这个愿赌服输，好不好？但大家脑补一下，好，这边全部倒立唱歌是什么样的啊？但是这个画面没有办法实现啊。接下来我们的战书是，战书是，对方输，可爱我连拍。啊！等一下。既然你们赢了，怎么可爱，怎么五连拍，你们来定。是一个一个走到前面来呢，还是一起五连拍呢？为什么要给自己挖坑呢？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啊！为什么要给自己刨坑呢？你想要刨，一定要刨那么深吗？人家都没有提要求，非要让人家提要求。啊、你刚刚倒立了，你还说了倒立要唱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只是咨询一下，我不一定踩踏。是的，肖队长，那就一个一个走到。可以再前一点，可以再前一点，对，一个一个啊，对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没问题。那就这是为了五连拍而建的，那可以再，可以再前一点。你等一下啊，这样我们的怎么五连拍？我们想要肖队。